请看《知足篇》寄送的第一首，如来广大遍法界，于诸众生悉平等，普应群情山庙门，令入难思清净法。这是知足天王他的修学报告，前面长行我们读到他所修学的是得一切佛处心事圆满教能的解脱，知足天就是夺帅头天，也是五处菩萨修学的道场。换一句话说，我们一般人讲的候补佛，他在那个地方啊，等待着补佛的地位。所以在菩萨之中，这是无比的殊胜。我们要重视他表法的意趣。斗帅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知足。这个知足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你看看在菩萨行里面，从初发心，在四念处里面，佛就教导我们，四念处是初修，一直到成佛还不离开知足，永远是知足啊，永远要守住知足，知足才有真正的乐啊，就知足常乐，这是我们要记住。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注得很简单，但是很清楚。前面两句是说明诸佛菩萨处心在世间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他来是为众生，是为佛法，所以说是令正法久住世间。正法是什么呢？是如理如法的教学，这就称之为正法。如理，他所教的内容，教学的内容就是自信的真理，他所教人的方法就是自然的法则，所以说顺乎心性，顺乎自然，这个法就叫做正法。凡是违背自信、违背自然的，那就不是正法。我们从这个地方去醒思，去观察，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人类
种种科学技术的发明，有没有违背自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不违背自然的少，违背自然的多。那么什么事情不违背自然呢？顺着自然发展的这一些科学技术，不违背自然法则。破坏自然环境的那些发明，违背自然。凡是违背自然的，必定带来自然的灾害。我们讲的现在是天灾呀，天灾人祸是从这么来的。所以佛教给我们怎么样去顺应自然，随顺法性，你能够得到一切圆满。佛家讲大圆满，人希望能够飞行很远的地方随意就能够到达，佛有方法，有方法教给你啊！你去发明飞机，发明火箭，发明太空梭，违背自然。佛教给你的方法，叫你修神足通。神足通是随顺法性，不违背自然，而且速度比你们这些科学技术高明太多了。从中国到美国，坐最快速的飞机也要飞10几10个小时听说现在科技又进步了飞行的速度大概快了一倍，将来中国到美国飞行的时间大概只要4个小时的样子。中国到此地可能只要2个小时。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西方世界那些菩萨用不着这些科技的交通工具他们每天去参访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个居力天文数字，不可思议。随念即到。也许有人说这是神话，这不可能的。可是我们在中国古时候的笔记小说里面看的很多。大多数看到什么呢？狐仙呢？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有能力，很远的距离呀，刹那之间他也能到达。他怎么到达的呢？他可以把身体，这身体是物质，把这个物质转成为能量，就转成为光，就快了。用光的速度到达他想到达的地方，这个光看到落下来了，变成人或者变成狐狸。这个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能与质的转变。
他知道怎么转变法，如何把自己这个身体物质转变成能量，又可以将能量恢复自己的这个物质的身体。这个不违背自然法则，这是顺乎自然，顺乎法性，绝对没有破坏自然环境。所以佛告诉我，这些能力是我们的本能。佛法讲的随类化身是本能，我们今天本能丧失掉了，动脑筋去借用外面的环境，那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全错了啊！这不是正法。法的正邪差别非常的微妙，我们要能够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如何能帮助一切诸佛令正法久住世间，利益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有情众生、无情的众生，这个才是真正正法。所以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为这种事情，为广度众生。广度众生无非是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觉悟正法，信解正法，修学正法，这才满足自己的愿望。比科学技术高明太多太多了，这科学技术简直不能比。谁能相信？古时候相信的人多，现在的人相信的人没有了。为什么古人能相信，今人不相信？古人从小有教养，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善知识的教学，还有社会的教育，自小熏陶，内有善根，外有善缘，所以他能够接受，能够相信。我相信有许多同学曾经亲眼见到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会给他旁边人说他见到什么人，哪个人来了，他就在那里，他所说的都是已经死去的家亲眷属或者朋友一类的，都是他所认识，全是死去的人。他为什么见到？我们为什么见不到？不但见到死去的那些人，他们那些样子状况啊，他都看清楚，还见到许许多多的境界，
韩馆长在往生之前，前几天，他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了，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莲池，水好大。这不是幻想啊，幻想想不到的，他真正见到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我们留意啊，细心去观察，超越科学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西方人，我们在美国住得很久，知道美国最近这几十年来很流行与灵界的沟通，他们多半用的催眠的方法，能够叫一个人在深度催眠状况之下，他说出他的前生、前一世、前两世，甚至于前五六世，他的生活状况、他的家庭、他叫什么名字啊？当时社会的状况，你还问他。你使用钱币啊，你的这个服装的款式，他都能说得出来。这录音记载下来，他醒过来之后一无所知啊，完全不知道。然后到那些地方去查对，果然是这个情形。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有许许多多人相信呢这个佛家讲的六道轮回，他们承认，甚至于还有基督教的一些牧师对佛家讲的这个轮回的事情他们肯定。为什么肯定呢？都是从这些方式上明了的。还有许多人在深度催眠状况之下，说明他们前世不是住在地球上，住在另外的星球上。我们现在讲的是外太空人到地球上来投胎了。还有一些人是前世畜生身，自己是蛇，是猛兽，他都说出来。所以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教我们这些事实真相，让我们了解，让我们明了啊。第一句，这是讲的体质具备，如来这个地方没有说佛，说如来。经典上常常用如来这个名词，用佛这个名词是有用意的。凡是说如来，多半从体性上说的。说佛呢，是从四相上讲的。有时候两者是一个意思，有时候两个名词是两个意思。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作自信，心性，心性之体。
是空寂的。清净寂灭，清净寂灭的离体，含藏着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广大遍法界。这个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本人。你要是圆满正德了，就叫做成佛；没有能够正德，就叫凡夫。在佛位，你圆满的性德，就是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并没有增加一分。我们今天在凡夫位，我们信心的智慧的呢，并没有减少一分。所以如来在果地上啊，他们的思想见解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有差别，有执着，他没有。他看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如来广大遍法界，所以与诸众生悉平等。这个众生不但人是众生，所有动物都是众生，植物也是众生，正报里头一毛端是众生，医报里头一微尘也是众生，通通平等啊。为什么平等呢？无疑不是居足如来广大遍法界。换一句话说，无疑不是究竟圆满了。密宗里面讲的大圆满。这个地方经文讲广大遍法界就是大圆满了。显密不二啊。一界一切，一切皆一。佛在果地上圆满证得了，所以才能够说得出。我们接受佛的教诲，要能够体会得到。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意。我们能够有一念相应，这经上常讲啊，一念相应啊，就一念佛。与什么相应呢？与如来广大遍法界相应。这个相应呢，不要以为那个一念时间很短，真的是刹那之间。这一念相应，那一念就契入境界，圆满的大觉。我们有没有呢？有啊，不是没有啊，现在就有啊，但是过一会就没有了。我们麻烦就在此地，就是不能把它保持住。读经的时候，研究讨论的时候，那个一念相应真有，可是到第二念呢就不相应，
从这个地方可以证实马明菩萨讲的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有本觉本无本有啊，你才会有一念相应。你要没有本觉，你怎么可能相应？不觉虽然本无，但是我们不觉的习气太重了，不觉的时间太久了。怎么不觉呢？迷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所以你就不觉了。妄想分别执着去一分，你就一分自觉；去两分，你就两分自觉。你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除掉，那你只可能偶尔这个刹那一念相应。这一念相应呢，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次两次，可能在多少年当中啊会有那么一次。每一天接受正法的熏陶，次数会增加，一年当中啊有几次，一月当中有一二次。我们今天是天天在读诵大乘的，可能每一天都会有一两次，这个好啊，难得了。时间虽然很短啊，像闪电一样，总算你在无量界来都堕落在无明里面，会有一两次闪电发现，这就很可贵了。希望这个次数啊越来越多，希望这个时间呢越来越久，你就得大受用。那么我们就明了了，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为什么帮助我们这一桩事情。首先我们要肯定深信不疑，我们的自信跟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自信是一不是二。我们要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确确实实跟自己有密切的关系。这我常讲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密切关系。能够如是肯定，我们这个相应呢就会频繁。次数增多了，时间也逐渐的延长了，这个就是觉悟。能够把这种状况保持住，就叫做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怎么能够把它保持住，不把它失掉？保持住之后的那个现象，就是底下这一句：于诸众生悉平等。
所以有同学问我，这近代也有不少高僧大德在家出家修行很好的，他们有没有得定？有没有见性？有没有开悟？经是标准的，与诸众生悉平等的人。不但是开悟，他的心是平等的，得定的人也平等。得定呢，是相似位；开悟啊，是分正位。得定是相似的平等，他在定中决定平等，但是定失掉了，他就不平等。所以定功前的人入定平等，出定就不平等了。这是定功前的，定功深的人那个定没有出入。入定心在定中，出定心还在定中。那是定功啊，功夫深的人。佛经上常讲，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个定才管用啊。入定就有定，出定就没有定了，这个定的作用不大。这些境界不平常啊！我们在经典上读到，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都还不行。但是他们处世待人接物，跟我们有显著的不同，就是他以清净平等觉对人对事对物，这个是真正有定功的人，有智慧的人，一定是这样。可是要问到过去未来的事情，他们必须入定，他才晓得。我们在地藏经，这地藏经刚刚讲过没多久啊。婆罗门女要问他的母亲过世之后现在在什么地方，他问阿罗汉，阿罗汉要入定，他才能看到。出了定之后，他才可以给他讲。那么由此可知，这功夫还不够深呢。如果是法身大师，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不必要入定。你什么时候问他，他什么时候都知道。他六根的能力，用现在的话，所有时空维次他全都突破，他不需要作业，不需要入定。功夫不够的要入定才能突破时空维次，才能看到其他道众生生活状况，看到恶鬼道，看到地狱道，看到天道，这个都是时空维次不相同，唯有在禅定里面才能够通。现在科学家
还在研究想什么方法来突破。他所想出方法都是违背自然法则。违背自然法则必定带来很大的灾害。我们今天需要光明发明的这些电灯，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这种光明也是违背了自然法则。虽然带来有便利，但是有副作用。凡是顺乎自然、顺乎法性的，只有利而没有害。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我们相信这个记载是真实的。老和尚有一天这个到庙里面去，可能在庙里办一点事情，黄昏的时候回到自己的茅棚，距离相当远，都是走路啊。他的心在定中，虽然走路没有妄想，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回自己茅棚。半路上啊，遇到两个出家人，都认识的。这两个出家人打了灯笼，天黑了。遇到老和尚，老和尚没打灯。他就给提醒老和尚，老和尚，天这么黑了，你到哪里去啊？虚云老和尚听到这一句话之后，天马上就黑掉了。他在没有说这句话的时候，比如说他是4点钟出门，他永远保持四点钟那个时候的光明，因为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在光明之中啊，人家这一问的时候啊，他那个分别执着起来了，这个光明立刻消失掉。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觉察到佛经常讲的佛光遍照啊。什么时候你能见到呢？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到了。我们凡夫啊，就是堕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见不到光明啊。所以要靠灯笼啊，要靠灯珠啊。这些小故事、小公案里面含藏着大事因缘在其中，很可惜，这些记载多少人看了都没有在意，没有去体会它，没有细心观察它。它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那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开发心的，
这个比什么重要？这是最真实的。开发性德当中，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怎么样开发呢？经论里面讲的方法太多太多了，方法无量无边，是无量法门。法就是方法，门是门径，门道啊。可是它有个总原则，断烦恼，破无明，这总原则。佛告诉我们，我们自信的德能是被这个东西障碍住了，无明烦恼障碍住了。佛家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我们把这个话变一变，变通一下，大家好懂。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我们用这个话来说，大家容易听得懂，不需要再加详细解释。所以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世间法、出世间法，不要去执着，你的见思烦恼就断了。你还要去执着，那个麻烦就大了。你第一个关口不能突破。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最低的功夫就在这一点。只要能够放下一切执着，带着分别去没关系，待业往生吧。妄想分别没有断，可以带去待业往生啊。执着不行啊。所以执着一定要把它断掉，断不掉要把它压住，伏烦恼，能够做到伏烦恼，这功夫成片；能够把执着完全断掉，那就是四一心不乱。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四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功夫成片，就是你能够把这个执着控制得住，不让它起作用。也就是说，这种执着不害自己，不害别人，你就把它控制住。事实它并没有断掉，只要控制，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这叫功夫成片。你可以生凡圣同居土，决定能往生啊。如果控制不了啊，这见思烦恼啊，它在日常生活当中还起作用，还做主宰。做主宰就是我们的生活随顺烦恼，随顺自己的执着，这个很糟糕了。随顺自己执着是决定造业。
所以《地藏经》上说，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就是说的这种事情，决定不可以随顺自己的意思。我想怎样怎样，你全想错了。所以凡夫，我说的很多，真实智慧随顺佛的教诲，这都是佛说的。佛讲，没有证得阿罗汉之前，决定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意思全是错误的。再聪明，再有智慧，是智变错，不是真智慧。真智慧什么是什么人有呢？断了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的人他有，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完全不执着了，你才可以相信自己。可是这个话，佛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如果真的你见思烦恼断了，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了，你永远堕在二尘。所以佛说，声闻缘觉堕涅槃坑呐。他为什么会堕涅槃坑呢？他相信自己意思。什么时候他能把自己意思放弃掉了？就是转小成大。他舍弃了，放弃了，随顺佛的教诲，他就入大乘了。真正讲到你能够相信自己意思的，那是什么人？化身大士，至少破一瓶无明，证一分法身。你用的是真心，不再用妄心。十法界里面，佛菩萨，那个佛，天台家讲的藏教佛、通教佛，没见性的。没有见性的人，不能相信自己意思。这是给你说老实话，给你说真话，说真话，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藏通佛果，都不能相信自己意思。我们是凡夫，跟他们相比，差远了。他们还随顺佛陀的教诲，我们要离开佛陀教诲，决定堕三恶道。我在这里给大家讲真话，为什么呢？因为用的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设法界的人都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四圣法界虽用八十，用得正，所以过失少，他能够脱离六道，没有大过失，有小过失。什么小过失呢？不能见性。不能破无明，不能见性，这小过失。所以化身大士破一瓶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时候他用真心，他不是用妄心。相宗里面讲转八识成四智，他用四智，他不是用八识。这个时候才真正可以相信自己。自己是心性的。
说的粗浅一点，他的相信是信，心性之理，因果之事。千经万论，诸佛菩萨所说的道理，总不出心性。所说的十法界一真庄严的四相，总不出因果。所以他相信心性之理，因果之事，那还能有错吗？这个才叫相信自己。我们今天对于心性之理、因果之事是一无所知，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妄想啊。相信自己的烦恼，相信自己种种虚妄分别执着，这还得了吗？念念都是错误的，我们人不能够觉察，听到佛菩萨这个说法还反抗啊？你怎么可以说我念念是错误的？不肯承认的，都以为自己是对的，佛菩萨所说的骗人的，叫我们听他的话，跟他的学，被他牵着鼻子走。众生都想做好汉，都想牵着别人走啊，谁愿意被别人牵着走啊？其实，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从来没有这个念头要牵着别人走，没这个念头。他所讲的全是自信，随顺他的这个教诲呀，就是随顺自信，就是随顺自然。他所讲的这是不是他的意思呢？他不是。这一层我们一定要认知，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误会，我们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啊，被阿弥陀佛牵着鼻子走，我们就全部错了。可是甘心情愿呢，让佛牵着鼻子走的也还不错啊。为什么呢？他会把你牵到极乐世界呀，他把你带到好地方，没有带到坏地方啊。也能有成就，成就不大，小成就啊。虽然说小成就啊，在我们众生界上来讲大成就啊，在佛菩萨法界里面他小成就啊。为什么？他没有自信心。如果明了佛陀所说的全是自信，全是顺乎自信，顺乎自然，我们才晓得随顺佛陀是随顺我们自信啊，随顺佛的教诲是随顺自然啊，这样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在真信的，佛不欺骗我。今天我们随顺自己意思，是违背了自信，违背了自然。佛何尝有一点点意思？他要有一点点意思，那跟我们有什么两样？他就变成凡夫了。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没有一点点意思啊，所以我常常勉励我们同学，我们应当
把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的这个念头放下。那个念头就是自己的意思。这个意思是无明，是烦恼。无是无明，不是学来的，与生俱来的烦恼。啊，两三个月的那些婴儿，你仔细去观察他，他就有这个意识，啊，想控制外界的。啊，他喜欢的玩具他就想得到，啊，抓到手上紧紧的，人家要抢他就哭，啊，这个意思就能够显示出来啊。与生俱来的烦恼啊，很严重啊，我们不能够脱离轮回，念佛不能往生，原因就在此地，所以不可以不放下。放下得大自在啊。这个控制的意念，这个就是无明。如果发展到要想占有，那就造业了。啊，我们要占有一切人，占有一切事，占有一切物，这造罪业啊，轮回业。控制的那个意念呢，那是轮回心呢。你要不能把轮回心、轮回业放下，怎么能往生？阿弥陀佛确实是慈悲，你不肯放下，拉都拉不动啊。不是他不来接引，没有法子，他没办法。你的业力太重了，这经上常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经上常用比喻说，业力能深大海，能抵须弥，所以他的力量跟佛的力量是相等的、平等的。佛没有办法，这个消除众生的业力，我们必须自己觉悟，自己放下，那么然后再得佛力加持。我们能很轻易地脱离三界六道，这个在无量法门里面第一殊胜微妙。所以第三句讲的普应群情善妙门，这就是诸佛菩萨到世间来的事业。前面你看看，广大圆满平等的智慧，平等的心愿，应化到世间来就干这一桩事情，普应群情，这个应好啊，应可见得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示现，不是主动的，不是我想来，不是的，是你们把他请来的，他是被动的，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嘛。这应是被动的，不是他主动来的。
他来到这个世间来现什么样的身相？说什么法？住世九站全是众生印。好像我们这个道场请一个法师来弘法，我们是礼请他的，他就来了。我们请他讲一个月，一个月时间到了，我们再不请他，他就走路了。我们请他住一年，这个都有期限的，这个期限是我们定的，不是他定的。他应化在这个世间，没有时间长短的观念，全凭众生的之感，也就是我们众生的需求。那我们想想，哪一个众生不想佛久住世间？这样说起来，这众生感的力量很强大了，佛为什么不来呢？这个感呢，是真的还是假的？希望佛菩萨来，我们大家热闹热闹，这种感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真想学，真想脱离六道轮回，真正觉悟到六道轮回之苦，六道轮回的恐怖，这个样的感佛菩萨才来啊！希望佛菩萨常常来，我们热闹热闹，这种佛菩萨不来的。是也有人来，谁来了？妖魔鬼怪来了。妖魔鬼怪变现佛菩萨的形象，跟你一起来凑热闹。楞严经上说的好啊，末法时期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了，那个邪思妖魔鬼怪魔来了，这个就楞严经上说的因地不真，果招欲取。那个因地是你感的那个因地，不是真实的。所以果报感得来的不是真佛，假佛来住世。魔冒充佛，冒充菩萨，欺骗众生。佛跟魔，我们如何辨别呢？佛在楞严经上教给我们辨别的方法，清净明慧那一段经文，四种清净明慧，那是让我们辨别真佛假佛，真的佛法，假的佛法。你要是细心去读诵，细心去体会，你就有能力辨别真假了。所以我讲楞严经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一段文字我叫它做照妖镜。魔对于这一段文字是最讨厌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经法将来要灭的时候，佛说了，第一步灭楞严经。为什么原因呢？如果楞严经不灭，魔不得其变。众生要是读了楞严的话，他有能力辨别，能够看穿他。没有这部经，众生没有能力看出那个魔是假的，都会把魔当作真佛。
我们在经上看到五十种因魔，那个魔的境界也是现前，我们都会把它当作佛看待，都自自然然五体投地，绝对不会知道它是魔。它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它也放金色光明。啊，它显示的时候，这个妙庄严的净土啊，我们有什么能力看出来？啊，神通变化，莫有智慧，莫有福报啊！跟佛差别在哪里呢？平等，魔不平等。啊，魔不清净。啊，换一句话说，你要仔细观察，他还有控制人的念头，啊，还有占有的这个行为。如果是佛菩萨，绝对没有这个念头，绝对没有这个行为。啊，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就不难辨别了。楞严是佛门里面的宝啊！啊，古大德赞叹成佛的法华，开慧的楞严，楞严开智慧呀！啊，为什么说成佛的法华呢？佛在法华会上才说出真话，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在法华以前，佛是方便语啊，告诉大家一禅体不能做佛。一禅体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啊。佛的方便话勉励我们啊，警策我们啊，要我们种善根啊。可是到法华会上呢，开权显实啊，说真实的，说真实的，一禅体也能作佛。为什么？他有佛性嘛。他的佛性跟如来果地上证的佛性无二无别嘛，他怎么不能作佛？不过是迷得深啊，遇到佛法，他排斥，他不能接受，所以那是从语言上说的。法华会上是从因上说的，从因上讲，大家都平等，大家都有佛性，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那华严说的就更圆满了，说的更究竟了。不但有情众生能成佛，无情众生也要成佛。为什么呢？无情众生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这个意思很深，大家能体会到？果然体会到了，虚空法界不跟自己不是一体吗？啊，于是我们对佛所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两句话越有深刻的认知。植物矿物也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跟自己是一体，不是二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爱人？人有佛性。为什么要爱无？无有发现啊！懂得这个道理，你就不会破坏自然生态了，你就会随顺自然的法则。
人民爱物啊，爱人也爱物，爱人跟爱物是平等的，决定没有偏好啊。所以佛心平等，魔心不平等。佛心清净，决定没有丝毫污染。但是魔心不清净。你仔细观察，你就会看出来。我们要学佛，不能学魔。学佛就要学真诚清净平等觉。魔呢恰好跟这个相违背。魔也讲真诚，讲真心，真心里头还带着有自私在里头。从前李老师讲，99%的真诚里头有一分自私，那是魔，那不是佛。佛是决定没有一丝毫自私的念头在里头，这个很难辨别，就是他有99%的真诚啊，你怎么能辨别？就有那么一点点私心啊。越是大魔王，真诚心越多，自私心越少，但是他绝对没有断。越是小魔王呢，真诚心越少，自私心越多。大魔跟小魔差别就在此地。可是佛与菩萨，菩萨我们讲真菩萨了，决定没有一丝毫的自私的念头，那个自私的烦恼，他烦恼断尽了。决定没有了。相思维的菩萨，虽然烦恼没有断尽，他已经控制住了。所以他也是一片真诚出世待人间。烦恼虽没有断，他有能力控制得住，他有定慧，把烦恼控制住。那么这叫相似位的菩萨，跟魔决定的不一样。记住，印字好啊，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魔。不是印众生来的，他主动来的。为什么主动来？他要控制，他要占有。你要控制，你要占有，你不主动怎么行？佛菩萨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所以你要请他，他才会来，你不请他，他不来。他来干什么呢？他来说法度众生，他来教学的。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无论他是示现什么身份，即使示现过往的身份、大乘的身份，你仔细去观察他，他还一生呢还是在教学。无论什么样的身份，无论什么样的行业，都是教人正法。
身份、行业是手段，不是他的目的。他利用这个手段，利用这种方便弘扬正法。那个人就是菩萨实现的。所以你细心去观察，他决定是为众生，他不为自己。护持正法，弘扬正法吧。正法就是为一切众生，我们佛法讲度众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那个度是服务啊，真正是为人民服务，为众生服务，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那个意念在里头。在中国历代，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中国古人所讲清官呐，那都是佛菩萨的化身，一生爱国爱民，为国为民，退休下来之后就两袖清风，一无所有啊，那是菩萨化身。所以无论他实现的是什么身份，无论他实现从事哪一种行业，确确实实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是一个正法纯正的典型。我们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去体会，你就能过佛菩萨的生活。我们时时刻刻不离善知识，时时刻刻亲近诸佛菩萨，我们跟诸佛菩萨做朋友啊！诸佛菩萨就在我们的周边呢，我们要有能力观察得到，有能力体会得到。经典称之为法宝，三宝当中这是第一了。佛陀在世的时候，三宝是以佛为第一，佛灭度之后，法宝是第一了。可是我们几个人把这个当作宝呢？今天我们把一部华严经放在这边，把100万美金放在这边，问你你要哪个，他一定选这个吧，他不会选择华严经吧，这是不认识这个是宝啊，他认为那个是宝啊，你说那有什么法子啊？选择这个可以成无上道，选择这个搞三途六道，人就这么样的迷惑，就这么样的执着。我们今天明白了，如果这两样东西放在此地，我们怎么选择？我决定选华严经。为什么呢？我认识它，我知道这个对我有大利益，所以世间的财宝假的，假的东西啊，
我能舍弃，很容易的舍弃。谁喜欢，你自己拿去。那么我在台湾，在美国建的道场，有人喜欢送给你，毫无留念呐。可是我平常读的经书，特别是我在讲台上用的经书，重要的经句我都用颜色笔画出来的，这个是我的宝。我随身携带，绝不会丢掉的。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脱离三界，脱离生死轮回，帮助我往生见佛。这个才是珍宝。其他东西通通要舍尽。没有的，绝不想得到；已经有的，常常有一个舍弃的心理，不希望保留啊。保留这个东西，累赘呀，祸害呀。每一天读诵经典，亲近佛菩萨。听佛菩萨谈话，喝掉经本之后，向佛菩萨教诲的意趣、思维，在现在这个时代，如何将佛菩萨宝贵教诲落实？你说我们的心多自在，多快乐。多亲近，不可以被这一切事法把我们的心扰乱了。我在早年讲经常说，40岁之前奠定自己佛法的根基。这行学问，拼命努力认真学。40岁到60岁，要为佛法服务，担任这些职事。60岁以后退休啊，办自己的生死大事要紧啊。所有一切行政事务的时候。世间拉萨时候一概不问了，只是自己用功修学，顶多教学对自己不妨碍，所有事物统统要放下，生死事大了，哪能搞这些事情？所以我这边老朋友，无论是出家在家的，遇到我，对我都很赞叹，觉得我的身体还都不错，我怎么维系的呢？没有别的原因，不管事，什么事我都不管，所以我一再在讲台上声明。全世界每个地方的同学，不要给我写信。我恳求你们，为什么呢？我不看这个信件的。我有时间，我的经都看不完了，我还哪有时间看这些信件？所以不要给我写信，我不会看，我也不会回。如果我要搞这些了，我这个身体也完了。
也不清净了。清净平等觉重要，自己要懂得怎样维护着，不受外界的干扰。啊，那么我对大家联系往来，每一天有两个小时，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共同学习经教。借重这个高科技，借重网络，每一个地方同修等于天天见面。真正老实修行人没有问题，有问题都不老实啊。老实念佛还有什么疑问？随顺经典的教诲，我们还有什么疑问？还有什么困难？没有了。凡是有疑问，凡是遇到障难，都是不相信佛的教诲。有人来告诉你，我念这本《无量寿经》不行，不够，还要多念几部经，你的问题才来了。这一类事情问我的人很多。那么你要是不放心，怕这一部经不够用，要读很多经，我说你跟那个法师学好了，你不要听我的。你跟哪个法师学，哪个法师负责任。你跟我学，我就一门深入，我没有第二条路好走。我这条路走得很自在，走了40多年，走得很舒服，很自在，很有心得，我才敢介绍给你。那你不相信，相信别的法师，你跟他学好了，不要再问我，有什么问题问他，别问我，问我找错人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幕后这一句，令汝难思清净法。这首偈意思我们还没讲完，时间到了，咱明天接着再说。